你敢信？我手里这是一块连石头都能融化的放大镜。先看视频。没错，这是一块菲涅尔透镜，据说这玩意儿聚焦能达到1000多度，石头都能给融化，不便宜啊，花了我这么多，能截到的算我输啊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可真够大的。可以看啊，它这个放大镜这面全是平的，但是它这面全是这种一圈一圈螺纹组成的，很可能这就是它强大的原因。这啥玩意儿，给我照的跟猴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出去实测一下，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把石头烤化。咱们先来烤个鸡蛋啊，我先试试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热啊。咱们先烤一个地面试啊，3、2、1走，过去看，过去，啊，这个沥青都烤化了，这个咱们看看鸡蛋什么效果啊，走，哇，这个对焦不好对啊，哇，鸡蛋已经冒烟了，过去，可以看清楚，几秒钟啊，这鸡蛋已经烤成这样了，接下来咱们煎个蛋试试啊，看到没有，鸡蛋直接糊了，我的天，这也太狠了吧，看看这效果，你受得了吗？接下来咱们烤个易拉罐啊，看看这个易拉罐能不能给它直接烤化啊，哇，可以看易拉罐冒烟了，我去我去，你们看烤开了，兄弟们，哇，你们看直接干透了啊，再试试手机啊，按键几键啊，电池已经抠出去了，我去我去，玻璃已经炸了啊，就这么一大会儿手机啊，已经烧完了，废了，接下来咱们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石头给它烤化啊，哇，你们看石头已经往外崩了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石头噼里啪啦往外崩，哇，兄弟你们看这石头已经直接烤变颜色了，这东西太牛了，温度特别高，看来这个东西能烤石头真不是传言，哎，你们说有了这个东西把我家窗户换成这个透镜，冬天是不是不用交取暖费了。